实有时候青春是很彷徨的，可是彷徨其实也有一点美感。对，因为可能到了我们到了后面呢，我们到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其实都已经规划好，对，或者是有一个模式可以去走了，对，可是你就少了一点自己自由去探索的空间。是是是，比较不敢冲撞。对，所以你应该很庆幸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很勇敢地完成了这些事情。跨界就是一个创新嘛，所以我们跨了非常多不同领域。是，那当然精致是很重要的一个精致的音乐呈现，那传承也是我们的很重要的重点。所以我们其实做很多跨界都会跟亲子会有一个结合，就让小朋友有机会进到音乐厅看表演，非常好。对，那再来最后就是合众，大家要喜欢我们的演出。